关晓彤又甜蜜出游了，该网友还配文表示，偶遇到关晓彤和鹿晗了，两人情侣外套撒狗粮。视频中，鹿晗在前面戴着帽子口罩遮面，关晓彤在后面身穿黑色衣服，两人真是每每同框都能吸引到网友。鹿晗关晓彤真的是很般配啊。网曝称，鹿晗妈妈喊话鹿晗明年结婚，一定是等关晓彤大学毕业了再结婚吧，日子具体还没有定下来，总之两人是门当户对，将来一定会有幸福的婚姻。此前网上还爆出鹿晗和关晓彤分手了，鹿晗还在微博发文，由于工作感情生疏，建议和平分手，恢复朋友关系，希望各自安好。看来这句话是假的，现在的两人在一起一直很低调，众多网友纷纷炸锅，又是拨狗粮，撒得真高级。如今关晓彤和鹿晗的关系越来越稳定，不知道两人明年何时